色心召唤鬼角，酷！一道招别灵吸收说法能量，除非以神兵利器破之，否则难以得罪。利器。就在此时，什么声音？我给反应。阿拉西。決意嵐、天宮様、諸位大臣、嵐、李尊的来处不是吩咐你留下永生吗？属下担心諸位大臣安危，先主行动，事后我完受罚。你比起我，眼前紧要是救出困死。下不喊，我敬指挥，红丸就应袭破碎。快进去！乞者阿拉西的功力为何？我已靠我修的外面，您快进去。昆西什么？新罗斯基。血丝呀，阿拉西，我娘妈的！太好了，困起起来了。是，有你，你也来了。你身体虚弱，别讲话，离开此地再说。赶紧带困起。嗯？是的，咱们。足球，人既混款，何必再做杀业？千万不杀你，难得被你切过来了，再来杀人嘛！一夜千银，是东夷赛金流修炼金术，金碧东莲花之时，地空必然击杀。伊也只是一个受害者。昆西様、カメタ様、伊西も不在此处吗？银良银不在此地。啊，那咱送礼吧。오니야마리，行脚踢吧。老板，夫人，有你，恩米耶什么？是你独生的姊妹，竟然自己上门找死。穷人快去休走。杀去杀去。继续昏款，消息不严重。人家的姊妹。做不见求的这个心魔，神他一心魔不在此地，要你也比立花来做大雄，快离开再说。
困是什么来受伤成这样？那接下来就交予各位大人了。众人一同离开吧。